老妈，你搞了多少碗？一碗、两碗、三碗、四碗、五大碗。啊，你吃得完吗？这么大一盆。我吃了吗？哦，现在你在吃什么？萱萱。我想吃。你吃的什么？有点面。你怎么不吃炒粉？我不想吃。嗯，张翰给我的，我要吃的。这个好吃吗？我本来想吃炒粉。好。等一下，爱吃粉呀。你吃得完这么多吗？好。好，走进去。嗯，在出货吗，张哥？对啊。好，辛苦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装这个繁星的12个的大果啊。你这个半斤多。看这个。这个是刚刚剥好的，对，去打一下秤看一下。好好好。哇，这个有6斤6两了。这个超标了哈。对。这个果子有大有小，还是有点差一倍啊。这个有可能会多个2两，重个2两。因为果子的话，它还是有点不均匀嘛，但是大果还是超大的哈。嗯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个真的是大哈、哦，这个6两，你还感觉这小？你要搞个西瓜给你塞进去。我、哦、这里有12个吧？1234567。你这个是？现在搞2个拼装，给大宝和那个云朵妹妹。这里面的话就是红心、绿心、黄心啊，配着装。下塞果子。完全认识的，1234，小的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果子大，这个就是应该那个有6两了哈。先回去，拜拜，拜拜，走吧。先回去了，宝宝等一下要哭哦。哦，老妈说要先买泥鳅，快点。走。买小粒的，买那个小条的嘛。啊，这个吧，正小，这个还是。可能还比较。哎，这个好多啊。红包只能捏。把那个大的选出来嘛，那小的下饭一点。你喜欢吃小的？对。买了27块钱泥鳅，15块钱一斤。我们回去吧。不知道啊。那我们回去算了，快点吧。